欢迎，这里是廉价郎，各位观众大家好啊！还记得以前年纪小时，搭游轮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时至今日，游轮旅行也有旅费较便宜近人的短天数航程。今天就来带各位看看我朝思梦想多年的游轮初体验，真正爽啦！
我想我可以参加慈善扑克王大赛了。任何人有300万美金都可以参加。我没有。Thank you.
这是第一次制作分享旅游的影片，希望各位会喜欢。若想看更多的本狼乱跑瞎晃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